这个黑的厉害一点哈，你看，啊，他拔了我，哎呦，欺负他了，啊，两个开始，啊，拔了我，你看，啊，不让他拔，他拔了我是吗？好了，啊，这么乖。大家好，我是铁牛，欢迎大家来到铁牛旅行记的频道。大家看一下，我面前已经出现了两个小奶狗，两个小可爱啊。这是我妈妈在外面捡回的两只狗狗，你看非常可爱。那么今天在这里要给大家重要的说两件事情。现在呢也是过年嘛，万家团聚的日子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在家里面啊，出去了，狗呢也可能走出来了，或者说啊，狗没办法带，所以狗呢就无家可归哈，啊，种种原因都有哈，但是我觉得狗和人一样的，应该你对它负起责任啊，能带在身边尽量把它带在身边啊，不能把它弃之不管啊，不能让它自生自灭啊。那目前呢，这两个狗狗，我妈妈把它带回来之后啊，就准备就在家里养着哈，啊，非常可爱的，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小黑啊，是我妈妈给它取的名字啊。这是小黑啊，非常聪明的一只狗狗，也是一只中华田园犬啊。那么这只呢，是黄色的，也是一只中华田园犬啊。我妈妈说，给它取一个来福或者叫旺财哈，啊啊。你看，它非常聪明，虎头虎脑的，是不是？因为下面的话狗太多啊，把他们两个安排在这上面，然后呢过完年之后我就会在上面给他们做个狗窝，给他们改善一下这个生活的环境。我妈妈说就放上面，因为下面有鸡还有猫，这个狗呢和猫就会打架，会把猫吓着啊，猫呢是比较敏感的嘛。然后我过完年把这上面收一收，就给他们两个小家伙啊，给了一个安稳的家吧。另外一个，这两个呢都会给它做绝育啊，包括那个猫也会给它做绝育，因为它们现在太小了，如果不做绝育的话肯定很容易繁殖的，这个是必然的啊。给大家说完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之后呢，再给大家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呢我有很多朋友，做自媒体的朋友我是挺多的，在路上也认识很多，很多人问我啊，这个海外的视频如果发，特别是最近啊，关于小微还有SOHO他们的一些闹心的事啊，在网上闹得也纷纷扬扬的啊。那大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在大陆没办法在海外发视频，那么肯定会请海外的朋友或者中国的一些朋友哈，代发视频啊，代发视频之后呢，就引起这个分层的这种矛盾，对方呢就把聊天记录啊都晒网上去，还有攻击这个博主哈。我看到这些的话，我心里非常痛心的。其实作为一个自驾游的博主，特别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哈，我是非常清楚的。自驾游的博主的话，他的开支费用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自驾游的博主，车的油费的住宿呢，一个月大约才1万到2万不等。如果做得好的话呢，他的这个流量收益还是可以维持开支的，如果做不好，那你是面临着亏损的。就像我一年大概要亏个10几个 W 哈。还有一个，那大家就问呢，那亏钱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情？所有的博主最后只能靠啊，直播带货才能够变现啊，所以只有直播带货才是唯一的出路。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想如何才能够发海外视频哈，不用给别人分成。你想，你本来这个流量收益很少，你要分给别人的话，短暂的合作估计没有问题，如果长期的话肯定会合作不下去的啊。我觉得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特别是这个自驾游的成本那么高的情况下，这种方式的话都是不长久的
就像我自己啊，我曾经在海外这个发视频这个里面我就深受其害，甚至我一度会产生这个忧郁症的症状啊，被网暴攻击啊等等造谣生事，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开了。那我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讲我们如何合法的在海外发视频哈。我们海外发视频的话最主要是有两点哈，就是说我们如何收款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去香港开一张这样的一个中国银行的一个账户啊，像这样的一个账户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啊，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对吧，你要开一张香港的账户。那么这个香港的账户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你在海外所有的收益包括将来在海外做海外电商都要通过这个账户来收款的，包括 PayPal 啦，包括这个赞赏啦啊，包括这个平台的收益。那么这个银行账户呢，它收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港币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美元或者日元或者台币等等啊，这是一定要有一个香港的海外的账户。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一张这个海外的就是我们香港的这个电话卡，这是我一张新的电话卡，我上次去香港办的九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卡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合法的用到这个海外的网络了，这个香港的电话卡哈。那么香港的电话卡之后插在我们国内的手机里面，你可以上传海外视频，也可以看粉丝留言，也可以直播啊。那么呢做海外视频其实挺简单的，我们这个是合法合规的啊。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哈，投机取巧的或者是投机打把的这种人，他办了这个香港的账户之后，办好香港的电话卡之后，然后他就会成立一家运营公司，就代发视频，然后呢就帮那些博主帮那些不了解的博主代发视频来分享收益。其实我要想说的是，我不能说你不对，但是这样的事情只能对一个新的博主不了解的我个人建议这种事情呢是长久不了了，因为自驾游做自媒体是特别难做，非常不好做所以当一个博主他做不下去的时候，他也是没办法运营的，对吧？我今天为什么会分享出来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问到我这个事儿，因为春节呢我没办法一一回复。另外一个的话，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困扰，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合法合规的去发布视频来获得海外的收益因为我们国内的收益确实太少了，就像我上个月的西瓜视频收益还不到3000块钱。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如果大家如果哪些不明白的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祝福咱们同行的所有的自媒体的博主一路长虹顺风顺水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